秦军，刚刚那个背后运球几乎时间已到啊。八一队率先得分，也是提上的强烟雾。秦军顶着有点重叠了啊，位置站重了啊，彼此空间拉开的很小。张永鹏险些失误，外线斯坤拿到，投一个三分命中。好球！给我这种自信心啊，会有提升。张永鹏冲击篮筐，造成了中不够有侵略性。掩护机会，郭凯的中距离。保护下来，转换的多打少的机会，三打一给到亨特，投篮就好。您到来，两队的分差只有一分，我们尽可能的把战术组织到他身上去。又拿到了机会，又推速度，秦军造成了田玉祥的犯规。广东非常后面有跟进啊，后面有中锋跟进，对，挡拆，漂亮，对，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，是挡完拆之后正准下顺到篮开场的许忠豪和邹雨辰相比呢，体重没有那么大。换一下防守的这个方法了。呦，阿尔斯兰又是一个失误。呦，险些失误啊！本来想扣给亨特。平均，强对，打得太靠、太靠身体。对，这个不合理，这个球啊。哦，秦俊登场之后的第二次远投尝试命中了，啊，这样的。倒地把这球摁在手里，会让亨特下场休息一会儿。对，在的时间延续已经很长时间。这边接球没有接挡拆，就再把球交出来，再接一个挡拆，给亨特。亨特空位的机会，三分命中。中锋不具备投三分的能力，所以他这个战术想把这个高前锋在内线区没有那么好。广州这边是越打越轻松啊，六分的领先优势了。直接封盖往前给亨特。太快了，这一下够到了进攻篮板球的机会。哇、哦，打反而对，十分的雷多给到篮下抢断，又是一次转换。哦，封得漂亮。兄弟，再挑战，打到这一侧二打二的机会。后面是不是有球员受伤倒地了？对，裁判要响哨了，这个时候。陈俊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起来。第二次啊，这个是撞了一下啊，撞了一下，这个膝盖撞了一下，撞到雷蒙的这个，对，就打一个方向，中间拉不开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球打，嗨，对，很有经验啊，没有几个快攻都没打进之后，这个球的时候，球员最喘的时候，哎，慢一下，等后面人来。其实，在面对这个。掩护之后再接往外弹，对，这个脚不好，漂亮脚步，对，这个脚不漂亮，
突然换了一个方三打一，哎呀，八一队好容易把这个追成一分呢。哎，推人了后面。嗯。陈静拿到了12分，贡献了9个助攻。他原本赛季场均能够拿到13.9分，贡献4.3次助攻。现在呢，他是执掌整个进攻的一个这个进攻球权，所以在扮演比以往重大很多的角色。哇，这个真是没有必要非得要强打呀，对，脚都没有倒过步子来，节奏变化非常出色，从他再往这儿给，球倒得非常漂亮，有3分，孟之一出球，再接挡拆，嗯，非常清楚啊。是广州队他的阵容好处在于他的两个，对方啊就是卡得非常清晰，就是你打到这个位置，我一定两个人收，你撞我吧，嗯，一个撞两个，我看你优势感在哪。所以八一队现在也是在抓住这个机会攻这一点。嗯，通过。陈俊现在啊，挡拆威胁很大，所以啊，八一队防他的时候都夹击了啊。嗯。险些掉出去。好球啊，陈俊！不夹击啊，中锋缩在后面啊，就不上不下的时候，真的是后卫最喜欢啊，这种接球太容易了啊。嗯。啊，哇，又是一个空位的机会。太容易了，这个球还不如夹击呢。其实夹击那个时候，你好歹陈俊的球没法轻松的阻挡打。你能看到就是场上控卫判断力对于整个球队的影响。再接再给，换到这一次，漂亮，哇，真的是聪明啊，这个后卫。对，这是有好控卫的球队打球，他就轻松舒服啊。分差不好追。13分的分差，中，你打了得，没时间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是找到了出手的空间呀！哎呀，这场比赛陈俊真是让人觉得看着有一种惊喜感啊！找叫哨去了，对。跟裁判那说，你看我们这有接触啊，啊，给的漂亮，哎，哎呦，拨开没事吧？脚上好像踢了一下。这个两个队友示意别着急，你先滑。陈英俊刚刚那个背后运球，几乎时间已到啊，跳，没问题，对，不着急，对，把球传出来。身这个也不是说非得这个回合得分，消耗时间就可以了。大范围转移，亨特有没有控卫？3分命中，亨特得到了47分。